哎，好的，哎，各位观众们午安。是的，今天是礼拜天的中午，一个周末也即将过去了啊，重新开始啊。好，我们先把这前面开始。我的米西尼啊，米友，看吧啊，那个青色的马，还有坐在上面的，名为死亡的，从地府而来啊，支配着这地面四分之一。见饥饿死与野兽们杀了人们的，我也不知道他在攻山小，随便了。好啊，在背景还在唱歌，我不知道音乐会不会太大声呢？好吧，就先放着你们听一下音乐，我们来打个招呼吧。哎呀，不好意思啊。好，我们先来打个招呼吧。哎，鸣人 RJRI54089 Sally 40802。W 零 R I 01814 72 V 拿918名V B N 888 Flores 5566645 5566 N G Melinda D 0919 Tina 71017 A B C 混 Yamato King 201 X S L D D Y C C A 5402 73 S 24651830 Shirley 73928 Curry Seal Gary First A 5400273 Hey One 哎小猪猪，还有大狮子啊。然后 CO 一二三四，Sally 40802应该打过了，A Azul 872 Yotsuba 0501 DMNQN Zai Coding Davian 1507哎都，那你个 Pater Paul Ear Virgil Park Hilario HL Link Black Angle F465 导弹 Ella 0120。哎，夏姐，妈妈四八啊，Love Cat Ear 黄金狼，冠词5020，哎，盛唐，Kasuki，哎，Thank you for following，谢谢追随，Mafia，啊，可以不要这么多人吗？好累哦 ，Symphonia，好的，好了。好，我先讲一下啦，为什么会跑那个 Kasuki？你要哎，那个为什么我会跑这一款？对，其实这款我很早就想跑了，你们还没玩啦，好啦 Honoka，哎，Key 52007，对，其实这款我很早就想跑了。它刚出的那个礼拜，我本来就要跑，只是那个时候它刚出，好像是平日吧，第一时间我没，我那时候好像平常没空跑吧。哎，这 SDF G59200 ND One，各位午安。对，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跑，然后后来好像出的一天还是隔天，我就发现冬夜跑了。对，那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习惯是说，如果冬夜跑了，我大概就不跑。这去年咯，这蛮久了，这蛮长一段时间了。我记得至少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半年，至少三四个月应该有了。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人跑的东西我就不会跑，但是有几个原因啦，因为小麦田这个作者的作品非常的。据说非常的优秀，哎，米莉莉安，对啊，不好，在游戏开始前让我废话几句，对，就是小麦田这个作者的游戏很优秀，因为雨根也跟我讲过之类的。那他前面有一款作品叫做《灯下》，叫做电车，那我知道立线跑过，然后我有一次开台就不小心被雷了电车的结局，他妈的，我本来是打算要玩的，我那时候本来要玩，结果有人不小心雷了电车结局，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啦，他就是随口一讲，对，然后。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等我忘记那件事，我再跑好了。可是很不幸，那一句话一直都还深藏在我的心中跟脑海，我还一直没有忘记，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跑那部作品《灯侠》。对，那所以这部那个《Dance Macabre》这一片游戏，它刚出我就蛮想跑了。那只是因为冬夜跑了，我就想说那就等吧，等再过了一阵子，那我再跑。那中间就是有各种游戏啦，各种事情啊，反正各种的东西，那就一直放着没跑。那刚好这礼拜就想说还有两片跑完吧，就把它跑掉。对，那我不知道它出中文版了啦，反正我基本上还是玩日文版啦。对啊，我不知道它有中文版，我后来才知道有中文版。我有看到人家说，我有看到《骷髅之舞》这四个字，可是我一直以为《骷髅之舞》是 Steam 上那个跳舞打怪的游戏，那叫什么《死灵之舞》，就是什么扭扭屁股然后怪物就会死掉那个游戏。有，我一直以为是那一款啦。对啊，因为如果这个用日文直翻的话，应该算是死亡舞道，死之舞踏，就是死亡的舞道。我觉得骷髅之舞我不知道了，我觉得怪怪的，死之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比较潮的感觉是魔王 LV 三的必杀技，死之舞，Shinomai。
然后啪叽一拳就把我这样打爆了。欸，我记得不是玩 Monokuro 电车，不是不是，我记得不是 Monokuro 电车出的时候，好像 Densha 还没有出，我不记得是哪一款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发生情况，当时情况就是说，欸，爹爹，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叫做电车的游戏？哦，我说我有玩过 Monokuro 电车啦，然后你就说，哦，那个是那个立线有玩，哦，就是那个最后他要去奶奶家那个游戏。我说，干你老师去奶奶家，你怎么不去爷爷家？不去吃屎算了，对。然后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是被雷完之后，我就其实那片游戏就还是有点想玩啦，可是就，唉，算了，不管了，对，好啦，那反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看过，因为有汉化，可能很多人看过了，那反正不要雷我，雷我就把你们干爆，不是把你们崩掉啊，这样讲话太没有水准了，我又不是昨天的玩游戏的人，对不对？对，我知道他不是故意，我知道那个人真的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要雷我的。对，可是我就是记得很清楚，你妈的，是吗？是蒙德骷髅电车吗？好吧，那对不起，可能我真的记错了，谢谢 Virgil Park。好吧，是真的是蒙德骷髅电车，我不记得是哪一款，可是我印象蒙德骷髅电车，我很早玩，有那么早的事情哦。哎，反正就是这样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的美本名票就这样了。对，好啦，分更不多说，我们继续玩吧。哎 ，Flash Fader 安，哎。去奶奶家还有大野狼，是啦，去奶奶家的很多人啦，很多人都会去奶奶家啦。好，总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游戏吧。 Dance Macabre 死亡之舞开始。没有，我停了一会儿是因为我在想它上面那写的是什么字来着。 Lovian Chadribulan 好像不是英文，随便啦。啊，摩托电车才去年六月哦，好吧。那么，我以为摩托电车已经两年了耶。奇迹哦，爸爸。奇迹哦，背后好像什么声音？我背后好像在讲话一声。どうしてあなたは？你为什么？私を把我。どうして？为什么？どうして？为什么？哦，一开始就在大圣堂，因为作者好像说这跟宗教有关的游戏，人家简介有写到跟宗教有关。哦，一个大圣堂，我知道，等一下但丁就要出来了。哦，所以这是有缘由的。哦，原来是个音乐剧哦 ，Soga， 谢谢 Suba， 谢谢。哦，哎呦，还有站起来的动作，好细致哦。Coco， 嗯，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衣服有点像八云子的衣服呢？教会，奇卡乌穆拉诺贾奈，不对，这不是村里的教会。Doko， 南德瓦达西，这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哎，话说回来，他还蛮大的耶，真的蛮大的。我是说这个教堂，哦。瓦加奈。我不爱 denai， 搞不懂。Tony Kaku denai do， 总之先出去吧。Koko wa nani da ga， 总之。哦，哎呦，移动脚好像不会动，会吗？会动，可以存档吗？按一下，哦，得到了钉子，长长大大的钉子。对啊，我记得蒙多骷髅很久了耶。前端还红黑色的，完了，绝对从德古拉身上拔出来的。これ。どうやって使うんだろう？这个要怎么用呢？哦，有了 Shift 可以换你手上的道具 ，A 可以看进行度 ，Yes C 看总和 menu，S save L load quick save quick load。我又不是在玩 AVG， 我又不是在玩 Club Up 的星座 L manga， 好吧，总之就这样。哎，今のまさか、でも確かに确实。游戏声音会不会太小？你们自己看看吧。背景有一些小背景音乐啦，对，有一些小小的声音。哎呦，有个光哦，正气度啊，应该就是正常度吧。五颗星，剧情进行度，少年什么？我们是少年吗？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哦。少年应该是另外一个男主角啦，图有看到的，先存档再说。这个可以看全部的。哦，其实也可以，哎，还有难易度变更，哎，靠，瞧不起我。进行度确认，哦，好吧。哦，使用钉子，
哎呀，不急，咦，なんかいる，有什么？可恶，好大哦！我是说这个教堂。咦，哎呀，会晃一下哎。哎呦，哎呦，哎呦，好大！我是说这个教堂，地板破了，而且红红黑黑的，是什么呢？可以刺下去吗？不知啊。哦，刺下去就……哎，哎，哎呦，抱歉。嗯，怎样？把按到是吧？没事没事。哇，我阿姨是不是每次按到 FaceTime 打给我了？没事，我手机我电话响了一下。我待机我待机。好，继续继续。Doga， 拜托，啊，请照耀今日的我，领导着我吧。いつも他らがに啊，为什么？为什么阿姨一定要去打？然后すぐやくにくせよ。反正他就在祈祷就对了啦，反正就在跟神祈祷啊，就是为了你而进行啊。周りの人たちのことを考えて生きるよ、どんびりみたいな、就是反正在跟思考周围的人，然后看到就是让他们喜悦就对了。啊，我遵从了你啊，应该是在祈祷跟主耶稣祈祷吧。他说这游戏没有 BGM 吗？好像真的好像没有哎，好吧。哎，有响了，等一下哦 ，Hello， 废话，当然没开麦啊，你北七哦，我这还没讲完电话，开屁呀、啊！好了好了，没事没事了，不好意思，讲个电话讲了有点久，好了好了，搞定搞定，来，哎，好，继续继续这个游戏，看我刚讲了多久来的，我看我讲了十多分钟。